说我刚刚四季狂想唱太用力，结果我现在整个大落枕好痛，突然好痛，史俊可以帮我按一下吗？好痛。我真的很失败，我真的哭到不行，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好像跟这个团很有感情，但其实也还好，没有。但是人生百态啊，后面在按摩，前面在哭。会感动我，我一种生活，简单的没有奢侈的轻松，我一种生活。每次走到这一段，心怡，心怡加油！心怡竟然在这边哭，啊，心怡，哇，来得好突然哦，我好开心哦，今天不是我哭了，是不是我唱太好？我真的很失败，我真的哭到不行，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好像跟这个团很有感情，但其实也还好，没有。我跟你说，我刚刚四季狂想唱太用力，结果我现在整个大落枕好痛，突然好痛。史俊，你可以帮我按一下吗？好痛。哦，就是常常会，但是人生百态啊，后面在按摩，前面在哭。全宇宙的浮萍，你们好，我们是